咪咪乖，听话啊，躲暖和啊。啊，这屋是有小号，让他抓号的，去吧。有小号。拿两个馒头，好蒸馒头。行。你拿吧，我拿两个汤馒头。今天我猫搁这仓子里抓的，那天我瞅那土豆哗啦哗啦的，你好，能抓着，能抓吧。嗯。这籽儿还挺长的呢，看看像不像塑料的？嗯，看不好看的，拿筷子。蒸20分钟。好的，出锅，怼碎了。对，我这样就行了，亮亮。搁白糖，搁大半袋酵母，温水。3碗白面。我用手和面。醒半小时，蒸发好了，揉面排气，真软了。蒸20分钟，馒头一会儿蒸好，我大起捞个豆腐。蒋丹丹，来过来整了吧？好的，出锅。蒸好就开花了啊！嗯，谢谢谢谢。蒸好，细卷。大豆腐焯一下，搁点盐，水开烫了3分钟就行。葱姜蒜干辣椒，花椒面，左仙人熟酱，生抽，大豆腐，放大把了，少搁点水。少搁点盐，里面有大酱，鸡精，煮到15分钟，水淀粉，水淀粉就是淀粉里搁的水，油泼辣了，好的，出锅，给我撒点香呗。放给你，赶紧吃肉吃。南瓜馒头，尝尝，快包了哈。看看多好，嗯，细花的，细小细小的。再往里点，多好。你这怀上了，甜丝的哈，这南瓜馒头。吃白糖的，可好呢。嗯。
那辣的我可真够辣的呀，全是辣椒的。嗯，吃就吃那玩意儿，辣的我就嚼一下。嗯，妹妹一会儿给你啊，别着急啊。在干嘛？在瞅呢。这馋猫。这吃的南瓜馒头就拉肚子没味。吃豆腐不能心急，放心。别着忙。吃辣豆腐浑身都暖和了，热乎的，辣乎的。这葫芦拿了头回这馒头，啥时候过后？嗯，咱们早先订的我都吃了，不过这馒头也好吃。嗯，咱们装这么多吧。嗯。